最近后山处结界总有异动，虽未遭破坏，却总有干扰。传令青崖山三千鬼众，即日起我要你们倾巢而出。无忌，明日随我一同下山。是。这是雨点人们把颜色调提笔，心事潦草绘成一幅春风十里桃夭，谁在树下拈花儿笑，这无边风月转瞬都暗了，只盼着你的回眸，看那绿罗裙似漫天芳草，随风飘呀飘，绿罗裙飘在谁的心潮，吹起一支春水摇，心里是星夜似醉夜似才知相思如山倒，怎么好为你一鬓如高，等你来一位解药，浮生梦绿罗裙花影脚，只合与情是人如其名啊，刀似刃柳，身若飞絮。这第一件事务必尽快完成，第二件事我们从长计议。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啊？是腰细腿长又嘴硬心软的人。